我们看一下这部片的主角有谁。刘宇向大家打一声招呼。我们得有人担任那个王胖子角色。你是什么角色？能不能给我一个照亮的那个？我不别我先别拍了，到那儿再拍吧。不行，但我觉得我们可能就没有到那儿。OK， 我是高敬翔，我是阮硕阳，我是唐载赫，我是王子熙。犹豫不是那哦，谢谢。你叫什么？对，我记住好。这可能是我们人生中最后一段影像，但是就是我们现在要开始探险这个王平煤厂了，所以景色还是非常优美的，但是我希望我们一个小时以后能够在这里与大家相见。我们现在正在进入这个区域，希望我们成功。为什么？啊？我们开队。我操！我九七五，血压线索零分元。那个，我需要一个灯光。我操！而且。我耳机还在，我操！带一个就行，带一个。二姐，我去，你有很好的 view。哎呦，跟上。哇，这样，真的，很好的 view， 可以。Let's go, guys。我到了，二姐。粉了，好害怕。帮我给个灯。开始的时候，那个给他来一张。啊，也不能是。有说法，那就不要；有说法不要的。OK， 现在仍然是一个完整的状态。OK， 我们现在进入了这个里面，探索这个地方，然后我们需要注意安全。碎石状的东西，我们现在在晚上，不要危险。对。我需要一些光源，我需要光源。光源，给我光。RJ， 你这样。进去。然后非常炫酷的 Rachel 肯定有，但是能不能给我照亮一下？上拉一下，不是 fuck 对，从底部往上拉。Go。那其实这个功能，我拿你手机。不是，我们不应该掉队，我们应该是就是45。Oh damn！ What the fuck? Seriously, man, it's and oh fuck! 你知道我们一开始回来的时候，我们还要翻过去吗 ？Rain G， 我靠这块好有感觉呀、啊！我感觉我们像那怪奇物语的射前面那草地，像有 BARK Radio。It's rich, don't just oh Jesus Christ！ 我们还往前走吗？扫人，人，咱们这边。哦 shit， 我们是不是被 separate？ 我操，不要让我们分开！射一下！射！你觉得进去？不行，这个一般都是恐怖片里面，但是我需要执行 cameraman 必须进。里面是什么情况？里边就是朱永武发朋友圈那块。这光线。对，有口罩。Don't leave us alone。还有人有口罩。你们上次是晚上来的，下午来的？电脑警察，帮我带一下。嘉宾特别脏。帮我从我后面那个包里面帮我拿。戴口罩呢？
你们救他。这是他的。OK, let's go. 不要超过密，答应我好吗？OK, 我们需要一些安全。这就是煤矿。这应该是吧，我不知道，我没拉过煤矿。往前往前。这会他们，这不会他们。给我打光就行了。你不认路呢？这是很酷炫。Fuck fuck mate！ 哇，这个 view 很好哎。这个是我喷的，这个也是我喷的。这个包是你喷的，这两个都是我喷的，这也是我喷的。这还能喷吗？咱们没带，没带。帮给中国打个光，给我中给中国打。你给他拍一张，你给拍一张，介绍一下，介绍。这是我们疏散留下痕迹，这不知道写的什么，看不清楚。没有，这儿给那边树上爬下去。有些战损了。别动，没。你给我普及一下，然后 Jesus Christ， 你来了。谁不走了？我们需要一个领导，我们需要一个不害怕的领导。前一个小时开始这是有一定难度了。不是，要不我跟你们俩一块儿，我走了。等待我要下去。这个东西谁拿？这个药品。这样的洞啊，妈的，下面有洞。走 ，Let's go, guys。兄弟情谊的展示 ，RJ 和犹豫，你下几辆了？对，很奇怪。别的你提到了 ，RJ 要给我打。兄弟情谊 ，OK，downstairs， 从那个平台上面下来了，然后我们现在在刚刚我们来的这个矿场里面，然后现在有些过敏情况的发生，然后阮硕阳现在找你走过来，犹豫，嗨，你好，嘿 ，RJ 感觉怎么样 ？Still cool， 猪头骨。派赫 ，Let's go！ 我操，这是什么情况？二姐的裤子还蛮性感的，有点反光的。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派赫拿着。好的，现在由我来实时为您报道。高锦祥现在开始试图攀爬这个窗口。哇，这个屁股，哇！哇，选择了后退。摄像不能停。哎。出现了一些奇怪的画面。没事，口罩里面解放出来的。而且你有点红温了。是。烧出来了。我操！你不要搞考古，给我往天上照一个，给我往天上照一下。Doing， 不要！你想你下面湿了吗？现在小队出现了矛盾，但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应该给安全留一条路，知道吗？这个他真的是并不是。那我走了。你要下来吗？我们会下来的。那我们在下来。汤在赫，你来吗？我着急。小心，给我你到前面去，给我一个。我先走。我们队是有的。这已经是我们上车了。对，回来。那边有。那边不要去了。OK, holy, holy, holy fucking shit, 下面有一些糟糕的地。Oh shit. 保持距离，不要一下子所有人都死掉。我需要拯救我去。我刚踩了一块巨大蜜蜂包，我还是我太害怕。他自闭了吗？泰赫露一下脸。泰赫你来。我们现在人员都还在，然后我们马上回来。确定吗？这儿。Oh shit. 跟着我。Jesus， 这边还是这边？高铁兵，小心点啊！头。We still alive. Okay, we still alive. We five, we six, six God. 咱们现在接触的是他妈现实，咱们不要接触什么神明 ，Reality 我。我们不是过来他妈的看电视的，该走了。什么 RJ kind of thing 的？
OK， 我们还活着，我们甚至可能十点半就能到家。走吧，走，我们从哪来的？从哪走是吗？一臂之力。拍过，那他妈有鬼对吧？那边撒就走。OK， 活了。不想讲。OK，OH。火车，火车。不是，这一路我听见很多这个声音，我已经不太怕这个声音。朱东谷真的，朱东谷。是不是唯一的关卡就是咱们最危险的一个没事是你别虚啊，你虚你妈的，就说话 sorry 帮你，我们去说话才会让我们感到开心。最后一关就是咱们到底发现，不是被发现的也无所谓，至少代表我们安全了。你知道被他搞咬回去容易完蛋，真不是自己。撒撒水，那是什么呢？不重要。泰赫的屁股好性感。我们先找个人，我这能下吗 ？Oppo Reno， 这不能下。S9N 是不是这么棒？很牛逼。去，掉下去。我操！你滚！找不你，你别回来，你先出去。你出去，你一个人先一件事。接我。OK OK， 安全安全安全，又来了一个。我们尽可能可以取消掉这个声音。保护一下，保护一下，你不要。我们是不是申请又可以用这个纪录片来表明，来表明我们违法了呀？你说他屁股 ？RJ please RJ 不要搞乱。说他屁股。他的刀。哦，停掉不可以？哎，我给你们报警，你别停掉。我们得停掉了，我们得辅助了，对吗？你需要我辅助吗？我觉得我不需要。我歇着点。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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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犹豫，咱们先出去吧。我能坐这，跟我干，对，好下。没客气，坐下吗？啊，该我能下，我能下。走走走。拿着，拿着。天，真是他妈！我告诉你，我们做到了，对吗？我们要在这儿。合影。我们做到了，对吗？合影吗？Oh guys， 那就完钩呗。我操！我们是不是走过这儿我们就赢了？我们都还在 ，guys， we made it， guys。那拍张照。上车再拍，上车再拍，都录着呢。啊，我们活了！我们真的太牛逼了！我操！呼！我们还活着，我们还他妈活着。